那么他们都恭敬在肃立或者是跪着的当中加持法师，那么这时候就起诸佛菩萨，那么大梵宝的话已经是法宝，那么他们是法宝，那么他们是什么？那么他们是众生，那么是弥勒是佛宝啊，那么大梵宝是菩萨，那么也就是那么当起叫做人做尊者是僧宝啊，观音菩萨地藏菩萨大乘的僧宝，起阿难陀尊者是小乘的僧宝。那么大梵宝观音，那么观想庄严很庄严的大梵宝菩萨，在虚空中将菩萨和后面的菩萨，都帮我们那么大，那么长的和那么长的和那么长的什么什么，那么是释迦牟尼佛观想虚空观，这个很神奇。而在他和讲堂的桌子上，那个是。也会好，那么接着拿大的观音，拿那个就都是坐的像在我头上坐的像很大，就像那个佛殿那么大，佛像佛像。那么七迦阿难尊者的就是地藏王站在旁边，站在那个就像那个。地藏菩萨，而是阿难尊者在旁边，这个站在地藏菩萨旁边，都是阿难尊者。那么七迦阿难尊者，七迦阿难尊者跟我们那个大王经的，七迦阿难尊者，大家知道空二，就是阿难尊者，阿难尊者。在临终打坐，在临终打坐呀，那么看看各处，那么嘴里冒一句冒来冒烟，头都烧的干，这个从地藏经讲的是现世有些病就在地狱恶鬼畜生有关，叫花报，将来到了地狱恶鬼畜生就叫果报。我就感觉我们好多人有的是病啊，那么恶性病就带来了花报啊，吃啊烧啊，那就是恶那个地狱的苦一样。那么这个恶鬼就是杀，这个，那么我们就是加着甘露水这边，加着甘露水啊。那么这个阿难尊者在那打坐，看见观音菩萨视线恶鬼杀的那种苦一样，阿难尊者说：“这什么事情？阿难尊者慈悲，你要说我是恶鬼啊，用嘴里发这个火焰呢，这叫焰，嘴就是口嘛，嘴里发焰就是有火焰那个口就是焰口。”那么尊者说：“哎，你好苦。”那么这个恶鬼就对那个恶难尊者说：“这是忍者，三天后啊，这两天后，你也你果报来了，你要堕落成恶鬼，像我一样说。”恶难尊者就害怕，就到佛的那里去，佛的教子解救这个恶鬼苦，避免恶鬼苦啊。所以我们帮助他们，不但是救恶鬼，还救自己。那么，这么，所以说，阿难尊者要起放量口放牡丹的佛陀的教法，尊者证阿难陀了啊，和
弟子证出过了才敢称作尊者。我们佛教历史中就是子伯大师，明朝末的子伯大师成为子伯尊者，在古的所也有。先说从子弟第二祖叫烟花尊者，那相当于这样才可能成其教的尊者。观音，南大宝观音经的雄壮法王中庄严庄严的经典，南无常住佛，南无常住佛，南无常住佛，三南无本师利菩萨，南无大本师利菩萨，南无教的尊者，念三遍，要观音观音，观音归佛归法归僧归佛两尊者，啊，不是不是归法第一尊，归僧众。在念咱们给人照见的这些亡魂三生土地给人说皈依，说完皈依了，就给他们唱说那么佛子是要皈依，但是佛子是最尊贵，将来能成佛大弟子受佛的戒才敢成佛子。然后呢，就有情，有情就有感情。我们众人就是贪嗔痴的感情，其情就是感情。那么在观音，我们的有情众，在观音啊，有不分众，那么念造什么念三遍，这个，那么往昔说到佛念经，是出生于是一切佛祖皆大的。那么这是普通的就这样。那么我以后我丈夫的藏经里这个本儿啊，能说是消罪业转入消罪业的咒，就是这样的，把这个咒都招来，我们自己的罪也招来，故宫王宫恶鬼咒这个罪也招来。招来就关系都是像黑烟的乌烟瘴的乌烟，那么都跑到我们这个手里头、掌里头，对不对？那么在那最好是跟再多抓跑在里头，根本最关系的就像小孩黑人一样，黑人嘛，就这个招这个罪，往三儿叭叭叭叭叭，往三儿叭叭叭叭，三儿叭叭叭叭叭叭的说。完了之后，你把它一包起来，把这个罪控制起来，抓起来，再做，再念催罪的咒，嗡花的本本三个字，三个三个本混二杂，嗡花的本本三个三个三个混二杂，念三遍，咒就空。完了，这么一开始念地藏王咒，越定越定。那么我们虽重念，那么功夫可能就是叫你简单打你七念，虽是那么就没有这些，但是有地藏王咒的越定越定。那么观想心口啊。有那么皮叶轮，那么一尺六的直径，那么最初观想平面的话，也本来可是观想球形，我们就看平面，那观想有一个那个黑的字不是白的，而是蓝色的，那个蓝色比具有一个那个雷诺人比这个放光明就很好。完了，那么这样子，这上指的这是金刚掌一样，再一个金刚壶一样，不过食指或大指是这样。那么这是这观音菩萨的面业掌之一，唵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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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那个原理是阿鬼地，那就代表那个胎阴呢，这可能就是唐晋所在，从阿里的时候在那上面练体练，啊，那么小水地，完了，发菩提，发四弘誓愿，金刚和掌，不过是大足的相对。手心空一点，发布的心，正中间是用多方道具，是用到法布的心，或者这是观想书的事物之源，事的事物之源，现象界的事物之源，正中间是用多方道具。那再观想理的事物之源，就本体界的事物之源，自性都是之源，正中间是之源，正中间法布之源，正中间。那么要自己放在天上和地上，经过一次训练，通过训练训练，全身都会追上法的心愿，完全可以通过。完了，念三遍诵十愿，是你一定都会。完了，念法不离心的咒，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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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的去当啊，完了，这是那么三昧耶，给受三昧耶戒真言的首印。那么观想从三昧耳道，它是通过了这个戒体的开始动，启动五三昧。那么再念一句。这个三昧耶戒戒体，那么集合在我们头上的虚空中，再念唵三藐多，就从虚空中下来进入，那么佛子有情恶果，那么头上进入他们全身，给都得了三昧耶戒，那么这个关键。那么今天晚上我们到这里过，那其他这个明天，那么我们接着他们几位居士来了这个很辛苦的录音摄影，那么我们都这个人在这个基础和这个晚餐都不好，不好那个录音都有录音带，那么赠送给大家，每人一盘。那么就今天晚上一定是8:50，不要太晚。同时一起学太多的记不下，是不是？分两次，明天干泡泡，分两次啊，是吧？一次太多记不下。那么明天还是今天做的，明天马上就能放映了。现在马上就看得到，马上就看了。这个意思，大家这抻着脖子往那个还不行那个样子，马上停了还不好意思。那么就算了，咱们还有8:50啊。那么当然，这个上面这些啊，完了咱们讲的是，那么本来通常的时候啊，先。加之甘露水开咽后，那么因为是加了甘露水，完了又三昧耶嘛，又拿了这么啰嗦，所以临时三昧的时候就是菩提心之后就是三昧耶戒之一，三昧耶之后再开始开咽后接着就加之一水，那么实际上是一样的，那么这时候那么三昧耶。这些念完了，说三昧戒之后，再手拿着食钵，还这样。那么这时候最初怎么念？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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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量十方三宝四谛阿弥陀佛，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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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那么我们要是盲和妄，尤其看放大盲在盲，当时没有价值，最好现价值好啊。那么妄就临时价值啊。那么这时候就有观想，这有青色的莲花，而那是紫莲花，观想是青色的莲花，在这个石盒的上面，青色这样哈，中间有个阿字，八字的阿字，那个站着你们没有打听，是观想的这个字哈，那么是阿字有正阿字。也有草字阿字，你们现在观想是正的阿字好，是草的阿字好？虽是各国，就说我们观想嘛，都看方便都可以，都可以。我最初好观想那个正写的阿字，以后我还听说是什么观想的是观想草字的阿字，我说我以后就改成观想草字阿字，草字阿字倒是倒是不一样，都可以好观想都可以啊。那么这个用着无名指，右手无名指上写什么阿字？写出来就是白色啊，白色。那么在这个青色、蓝色的莲花上写个白色的阿字。完了就用着无名指的昂佛佛的这个大力大大昂佛佛的这个大力大昂佛佛的这个大力大，先观想中间像公园的喷水池一样，中间水点着的昂佛佛的这个大力大，完了昂佛佛的这个大右边昂佛佛的大力左边。昂佛的大力前边，昂佛的大力后边，完了都是在中间的昂佛的，西边，那么观想这个水呀，啊，喷点，那个水，像公园那个喷水池的水，不过这个水也就变在了胸口中，那么像普通的水一样出来。不过不那么猛，都是那个像那个细腻的那个雨点儿一样，哦，我在那里啊，我啊，我啊，这样来这么。那么这个像细腻的那个雨点儿，甘露水一样哈。那么喷到亡魂恶鬼的身上，喷到他们那个口里头，以至于那么。口里的进入他们那个咽喉啊，他们的咽喉就开开了，啊，那么有那种病啊，就是这个咽喉癌，在这个老人家叫胆三，姓陈，陈三，胆三，他那得了癌那个病重了，我就去看看，去看看呢。那么，以后说话是这样，我就问他了，他的太太，我说那是怎么的？他说是压感的心，就是吃不下东西，咽喉癌不能吃东西，是饿的，所以缺受感觉的，那个开咽喉这一面呢，也是需要的，开咽喉。好多嗓子是不些东西发炎的时候，对，带着就像地狱这种花苞，放不稳的啊，那嗓子，那么开始这就关系，便是真言了，那么萨瓦达达达瓦雕萨瓦拉萨瓦拉吽。那么萨达达达瓦雕萨瓦拉萨瓦拉吽。那么大指和中指像磨，就观想在一点
是啊，出量时，无量时就用这一点什么法，这一多相继，无量即是一九量，哦，那么三法的和道理就是三法的三法的好，那么三法的三法的三法的好，那么就开始观想啊，米饭啊，啊，馒头啊，啊，银丝卷儿，家常饼。啊，奶油面包啊，接着这个观，那么再接着观观炒的菜呢，能炒怎么的？哦，那么炸的菜呢，能炒怎么的？哦，那么再观想凉拌的菜呢，能炒怎么的？哦，再观想煨的菜就是汤菜，能炒怎么的？哦，啊，那么。饭菜都有了，接着就观想，水饺子，蒸饺，锅烙，红春卷，啊，那个春饼，啊，也可以另外观想水饺类的，馄饨，所以蒸饺就是。烧饭也可以观想，那么佛陀会转好21遍，那么再观想面条，炒面，汤面，卤面，那么拌面，那么再就观想那个西安的那个热饼呢 ，hot cake。那个不错，很好，很清静的那个点心，完了再看一下西安的修饼，就是一个小小点心的连带馅，再观察两种系列，那么再观察我们中国的五饼，早餐就是豆浆，再观察花生煎。再观想，油炸鬼，那么再观想小米粥，可是带着的小米粥，可是带婴儿的那个，最好的东南米稀粥，那再观想这都粥观想完了，观想八宝饭，那么都观想完了，观想正月十五的元宵。观想煮元宵，再观想炸元宵，再观想五月初五端午的这个粽子，那么再观想八月中秋的月饼，再观想种种的糕饼，各种糕饼再观想一下，再想过年的年糕，糯米年糕，或者是北方有个光米的年糕，都观想好，那么最后再观想。水果，芒果呢，水蜜桃，樱桃呢，刚果的水果，很好的水果，寒瓜，好葡萄，都观想完了，这是最后的观想，诸天要上，诸天吃的东西，那么最后观想。香积果，种香果，种香果的那个饭菜，温家人就开悟了，温家人就正果了，才观想种香果。那种香果的饭菜怎么观想呢？就是新胞胎有两种法系，种香果也不出我们的心呢，就观想，我心观想到那个种香果的这个饭菜就在眼前，那是好的，好。那么大众念呢？你可多念几遍，这个辨人真言很重要。多念几遍，我们个人念的时候，观想不得很好，就多念。还有观想的不好，很不好的，那么是观想，今天白天呢，我搬石头，晚上放午餐，这就观石头都跟着走。那么这时候就不同的那么沙瓦达达瓦的。是的，这个就不念。这是正中间，那么烧的，这是八度心，不要动。
确实有。那么关系他关系不好的时候，就是眼前放的那个饼干啊，又是饭菜啊，放在眼前看着的关系就会还好。所以要是对这个关系不好，你可能得假的好，放在眼前。不过假的，我们所形成关系，买的假的就做成真的。不过这个假的，我们关系啊是塑胶做的，我也关系是塑胶的，以后我就不要。那还是关系真的是好。那么林肯弄的猪妈里的什么留点，那么关系不好，中午就干饭就好，这样。那么这是完了再送给冰箱里啊。就这个关系，但是就是练习好了，不许不用提，按完全第六意识没有办法再去观想。那么中间观想才能完成完了，这么少，就事无补丁，这样，那么是五百的，大家不知道是吧？遵守这么直的好，这样，事无补就是事无补丁呢，就是这样手放光。恶鬼害怕，就这样放狂，所以就这样。暂时不通的破地，预言不着急，这些真言，大体这个手啊和肩头平衡，也不必太高，也不要低，和肩头平衡。那么干脆这些两手摆的，当然啊，那么干脆这些就是七遍就够。基本对于文化念的那么有妄想，或者念的不那么样真切，就是多念一遍，那么就算是算得好。观想，最好的时候，须弥山是恶奴吃的时候是甘露水，而是观想，观想不是吃甘露水，不是甘露水，不动观想，含光之。最甜那个西瓜汁、芒果汁，或者是种种高贵的水果的汁，这个东西，任何关系关系都有，甘露水应该甘露水，杨树干的，这样说再来红红斑斑斑斑红斑，再加的清净走甘露水，红斑斑。不要手，不要歪着这个石盒，在石盒上面靠近一点，也不要太远，靠近一点，往返。那么观想的繁殖，慢慢慢慢的繁殖在石盒上，往返。那么，那我完了，那么上面的我们就不要动，在石盒上观想这个。是和干脆变成了最清净洁白是新鲜那个营养基础的奶乳，那么什么能好能好，那么就如海的接着最初我们能当多少人，关系多少人家里能保住家里，那是应该保住。那么就是一点一点练习，练习那么吸出来的这个翻那个翻译的名字，或吸出来的音手音也都学啊。那么多少人，那么方法不能翻大。能保护呢，能把把呢把哪点点打，那么那是谁呢，能把把把打，能保护谁，能把把把点打，关键能谁呢就保护打起来。那么恶鬼就是很难看，虽有在台北看见那个吊死鬼在镜子里照他，那个难看，但是那个鬼他害怕，所以念离不为人来，那多少人
为穷所以今天多宝的宝顺来为有业障念宝顺消除业障，那妙禅顺呢鬼身上的难看啊，你就念妙禅顺呢叫他身体壮一点，那么广佛顺鬼身呢害怕记得小小的念广佛顺呢讲起叫他身广佛，那另一部分人的鬼鬼他也害怕啊，那么虽则说是能阳气能壮，鬼还在。